罗瑞祥才是真正的合影杀手，和21岁的蔡徐坤合照，颜值不输。不知道大家知道罗志祥的年纪吗？当初在极限挑战中，罗志祥和雷佳音都喊对方哥，但是没有想到两人的年纪进行对比之后，罗志祥比雷佳音还要大4岁，可见罗志祥的颜值有多高了，一点都不像是40岁的人了。罗志祥出道的时间是比较早的，虽然看着比较年轻，但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前辈了。罗志祥虽然已经有40岁，而且也有一个谈了很长时间的女朋友，不过两人一直没有结婚，而作为新生力量的蔡徐坤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。蔡徐坤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，不管是现场还是录音，蔡徐坤都没有怕的，他的实力和水平还是很不错的。虽然很多人不是很喜欢蔡徐坤，但是对于他的唱功可以说是丝毫没有质疑的，毕竟第一名也不是浪得虚名的。最近罗志祥和蔡徐坤两个人同框，蔡徐坤才21岁，而罗志祥已经有40岁了，不过两个人看上去像是同龄的男生一样，几乎看不出他们的年龄。而且在颜值上，罗志祥也丝毫不会输给蔡徐坤。都说罗志祥是合照杀手，之前还不信，没有想到和同龄人相比，罗志祥的颜值简直没话说，而和年纪比自己小的偶像合照，颜值气质都完全不输。对此你们怎么看？